港澳辦同埋中聯辦祝賀選委會選舉順利完成。港澳辦發言人話：選委會選舉係港區國安法實施、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第一場重要選舉，意義重大，影響深遠，充分展現香港由亂轉治、由治及興嘅新氣象、新希望，有利於香港嘅長治久安、民生福祉嘅改善，以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。中聯辦就話：選舉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，彰顯新選制嘅進步性、優越性，是香港特色民主發展道路上邁出的重要一步，又說選民積極參與，展現對新選舉制度的認同和擁護。